其实呢，现在哦，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最喜欢的娱乐方式，看电影，然后是 KTV。对 ，KTV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。一个地方 KTV 不管开多少家，今天你要去晚了，它真的就订不上座。奇怪、哦。而且你知道吗 ？KTV 号称是何老师的第二个家。也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，第三个吧。第三个。那电影院就是第二个家。第二个是舞台下。第二个是某些餐厅了，好吧？先吃饱了才能去唱。因为你比如说，你跟一个朋友。有嘛？你聊着聊着天就哭起来，或者是聊着聊着天你就喊起来，别人会觉得你神经病。对。可是你在 KTV 里面，比如你唱一首歌流流泪，或者通过一首摇滚的歌曲，然后你发泄一下，别人都觉得好正常，很合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就要感谢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歌手呢，他们通过他们自己一些精心的演绎，把一些歌唱成了 KTV 的红歌。是的。哇，那些歌真的可以表达我们的情绪。当你有什么情绪需要排解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适当的歌曲。那些歌真的点一首哭一首。对啊，哎，有这么一位歌手呢，他的歌曲啊有相当多都是这个失恋之后要唱的歌。哎呦，那今天来的这位歌手呢，当我们放出消息说他来上我们超级乐八点的时候，好多朋友都乐疯了，好爱他哦。是，而且呢，我自己也觉得他真的可以用天生歌姬来形容，就是超会唱的意思。哇、哦、马上呢就为大家介绍这一位非常厉害的来自台湾的歌手阿丽。天生歌姬阿丽，有着酷似天后张惠妹的性感嗓音，而她甜美的外表和蔡依林又有几分神似，再加上阿丽独特的个人魅力，让阿丽拥有超越一般新人的绝好条件。2010年春天的第一女生阿丽，好美哦！曾经关于你的话题，终于可以不用缺席。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，从前你时常的痕迹，现在不过是场回忆。是需要练习的，等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。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？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。海阔天空。需要练习的，谢谢啦，大家好，会唱的，好会唱。知道我们这个超级乐八点的沈凌啊，算是会唱的，是很少听他那么由衷的去夸奖一个歌手。何老师，今天碰到真正会唱的，你讲这句话，我真的想自废武功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刚才一直在旁边怼我说：“哎呦，唱得好，唱得好。”谢谢。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又是一首失恋的歌。对，没错。其实我的歌曲上是失恋的歌比较多，但是都是要鼓励大家是用正面的方向去面对，用对的态度去面对，不要就是。自己一直封闭自己，是哦。你知道阿玲啊，你就觉得人又美，个子又高，身材好，唱得也好，谢谢。然后鞋子，你知道有多漂亮？你看她的鞋子，但今天这个鞋子好像不太好控制的感觉哈，很容易会那个，就是撇到。对对，哎，其实你啊，你在唱那个情歌的时候，你自己会在脑海里想什么画面？其实就想到以前的过往的恋情啊，劈腿的过程啊，哇。
但是呢，主要对方也太瞎了吧？没错，拥有了你还真的对啊。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的个性是很乐观的，然后我就是只会哭个，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抒压，就是唱歌啊，然后找朋友聊天，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好一点，我就不会去想东想西。是他就是因为凭借自己的这个就是很好的个性，还有很好的嗓音，很好的唱功，所以呢有很多很多好朋友，歌坛的好朋友，也跟很多的大牌合作过，阿妹啊，哇，天后，阿杜啊，哇，天后，还有阿信呐、啊，姓阿的，阿的路线，他说就姓阿的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就是张震岳，最近也帮我阿月啊，阿月就是阿妹。对，然后阿妹还打电话给他，因为阿妹不是之前有个舞台剧嘛，还打电话请上阿玲来跟他合作。而且我那时候有吓到，而且他是亲自打电话给我，他本人打给你。对，而且那时候我才刚出道而已，是一个很新很新的新人，超级的。然后他就打电话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是阿玲吗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是阿妹啊。”然后说：“不可能啊，阿妹怎么可能打电话给我？”然后他说：“我是阿妹，第二次哦，又再讲一次。”我说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他第三次就有一点生气。对，我还想说要求对方唱一首歌来验证一下。对，我原本要问他，可是他第三次讲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真的是阿妹。”然后就对不起妹姐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可以邀请你担任我的音乐舞台剧的第二女主角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真的假的？”然后我就很开心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不管就是我的戏份重不重，我只要跟你合作，我都愿意。就算只有走路啊什么，我都愿意。就是哪怕从左边走到右边都开心了。对，我也好想走一趟哦。可是你又不是阿字辈。”真的，人家是阿玲，你也不能叫阿玲啊！拜托，关键一点是，如果说只是从这头走到那头，舞台总监打电话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阿妹亲自打。也是哈，阿妹可能要打电话给你，沈玲啊，麻烦你帮我一个忙，我有一个舞台剧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从舞台左边滚到舞台右？那如果阿妹真的打给我的话，我也可以的。可以是，哎，那你能不能就是展示一下？你听说有五个八度，是一个幅度，那个厉害了。我们直接用一首阿妹的歌来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唱《简爱》。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有许多事，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睁开双手。震撼的感觉，教教我们嘛。其实我每次唱好高音，我们都好大的问题，高音了。为什么你的声音有那种沙哑的声音？因为我说话声音也是沙哑。女中音，但我唱起来就完全。她就是女中音，然后刚刚有高音，但因为年轻的时候用的过度哑到了。年轻，我是因为常年疲劳用嗓。然后她是 who care？ 啊？什么叫不在乎啊？没有，楠楠就中高音、低音都有，但是用不到位。对，所以还得请老师帮我指点一下。楠楠她的中高低音都在键盘。所以教教我们嘛。好，对啊，其实我每次就是我在录音的时候，老师都会叫我就是全身放松。然后就是我那时候练高音是就是头弯腰，是用肚子的力量。高音不是就是让你的肚子用力，然后这样不是窝着了吗？这样这样会不会唱到最后会得脑溢血啊？就有一点，要找那个感觉。为什么要弯下腰？因为你才会让你的喉咙放松啊！你把我唱高音都是这样。对啊，这样子其实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你这样子会把你的喉咙就是有那个挤压到，对，哦，挤压到，哦，所以反而这样，哦，对啊，这样是放松的耶。哦，我们来试一下，阿丁老师再那个演示一下刚才那个，要吼什么呢？哦，那这样吧，现在来一个。超级六八点历史上最噪音的一个瞬间啊！我们六个人一起哦，对，好不好？好玩啊，好玩啊！好，已经有小朋友捂耳朵了哈。
那个我们弯下去就我们听阿令喊一二三，我们大家就尽自己可能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唱到人生的最高音啊！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一二三 ，Oh yeah！这个有什么？这一次有缺氧的感觉。哦，这个有希望拿到压岁钱。哇，天哪，真的有点缺氧的感觉。好晕的，而且我什么都听不到。刚才在欧的时候，关键一点是真的，我们录歌的时候是真的是要这么录吗？没有，其实就是放松，找位置，找位置，然后慢慢知道你的肚子怎么要去用力。哦、今天一开场呢，就说到像。阿令的歌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变化，是那事实上呢我们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疗伤系的歌手，然后他的声音是带着一些厚度，对、可是其实他的声音可以很多变，包括他非常非常有名的那首失恋无罪，今天他要挑战用另外一种声音来唱。用什么样的声音？今天大家都听过我就是比较低沉对对对低沉的声音嘛，比较有力量，我想用娃娃音。相信真的有加油加油加油，你可以这样啊、哦、我突然发现我好会学林志玲啊，对哦，不愧是采访过林志玲的人，哇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所以阿玲要用娃娃音来唱失恋无罪哦。好，哇，这个厉害了。我先唱正常的。好好 好, 好, 好、孤独万岁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，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来，不是万岁，失恋无罪，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。如果举杯证明爱只有，那倒不珍贵。一个人崩溃。是他能把娃娃音也唱到那个调上去，他那个娃娃音根本就是阿令童年时候的那个人在唱，他是很厉害阿令，哇，厉害厉害！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歌曲，我觉得这样听很好听，也很好听，像一个组合在演唱，组合在唱，是阿令和志玲的组合，领玲组合。那听完这首歌，哇，我又想起我在 KTV 里面挑战这首歌的岁月。那不如今天我们就直接把 KTV 搬到现场，我们来跟大家进行疯狂 KTV 的游戏。那今天来到 KTV 呢，好朋友要一起唱歌了，但是这些唱歌有一个条件，就唱歌的过程当中我会 Q 一些情绪，那请你呢就把这个歌的那个歌词唱出那种意境来。哦，那现场我们有一些这种很奇怪的道具啊，这些东西呢KTV 会有这种东西吗？干嘛呀？不知道，也许可以用到吧。KTV 有这个才比较奇怪。哎，比如说唱那个掀起你的盖头来就可以了。哎，有的时候它也可以是情绪的一种表达，好不好？我们首先呢就欢迎这个 KTV 的麦霸，有没有啊？我们欢迎沈凌。我点的歌来了，麦霸。好，我要在这里吗？你的指定曲是听海哦。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比较厉害哦。好，那你要好好唱，然后我来给你那个情绪，好吗？好。首先是嚣张的，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啊？夜夜陪着你，胆小的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犹豫，泣不成声。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，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？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偷偷摸摸的，我就这一颗心。
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斗志昂扬的。明明你动了心，却又不靠近。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，却还不清醒。我这样唱对了吗？张艺可。音乐不是我，至少我很冷静。那是泪水，整夜泪水，每到不相信。费玉清。唱 KTV 一定很过瘾。对呀、啊啊，但旁边是不是还得我去 Q 他？对，要带着同伴去的。好，我欢迎各位把刚才这一段放在这个视频网站上，但请注明是我们超级乐吧点击的，好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阿丽。阿玲，我们还想听失恋无罪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也同样给你一些情绪哦，好，好不好？那你先正常的，我不会的。好，首先还是听你那个正常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嗯，请。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，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。害羞的。没想到你说。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好厉害啊，风情万种，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。独生万岁，失恋无罪，哦，忘记了。哦，抱着一觉醒来有人陪。阿玲是的，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成鬼？其实只是一个眼神，可是很棒，就是因为没有见过你凶狠的样子，所以就会觉得一个疗伤系的歌手也有他发狠的时候。对，不会演过舞台剧，好厉害，眼神杀死人。看座，看座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现在。何老师、啊、是不是有点难办了？因为我刚才还在跟沈凌说，对啊，我说因为乐八点的主持人太厉害，就是一般主持人演完之后嘉宾的压力很大、啊、我以为阿玲会输，对啊，但是刚刚这样比起来好像阿玲又有一点点要赢的感觉。哦，你就赢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刚才的表演真的已经赢了，对啊，没办法接下去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五个人呢，抵不过他一个人。没有，何老师怎么办？尤其是何老师你在这里都输了，你要不在也就算了。
真的奋不顾身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最不吃激将法这一套了。但是何老师，真的输就输了嘛，那我来又怎样？真的输就输了嘛，那我来又怎样？哇，我来还不是一样输，但是我可以嘛，好不好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，可惜那一缘起消失在人海。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哇哦，有些人白花瓣落在手又抽筋，白褶之上，爱脸抽筋啊！轻声说，忧伤的。我低下头闻见一阵风。郭富城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在这相思的深夜里，郭富城想上厕所。大家好，我是郭富城。歇斯底里，我唱到哪儿了？歇斯底，我唱到哪儿了？在这郭富城想上厕所，在这个孤单的，你是否一样，也在跟我身体悲伤？破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易中天。今天不说三国，给大家唱后来。我总算学会了。哦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听何老师本来的声音。何老师本来的原版，原版。消失在人海，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。赢了，赢了！何老师，你在 KTV 里带上我们，何老师，哎，我们真的等一下去 KTV 吧，好好玩呢，好过瘾啊！这个呢，还是我们今天第一关，我们第二关更加厉害，叫做"不要撞到我"。等一下呢，我会给大家一张阿妹张惠妹的歌单，里面有六首歌，咱们六个一人一首，我呢会先到前面去唱一首。歌曲完了之后，你们呢在我唱的过程当中戴上耳机，戴上眼罩，看不见听不见哦，然后你自己再上去从这六首歌当中选一首你自己觉得好想唱的，如果谁跟前面的人撞到，就会被我们的两位彪形大汉用大锤伺候。哇，请你不要撞到我哦。我们今天第一趴呢是阿妹的歌，我们一共有六首，分别是简爱、如果你什么都不要、哭不出来、姐妹、站在高岗上和 bad boy。 好，就这几首歌。那现在我来唱第一首，后面的五个人千万不要撞到我哦。好，我老觉得刚刚在瞪我。你瞪我，你瞪我，你没有好下场。我想哭，但是哭不出来。等到思念伤害，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。
爱，让眼泪流下来。嘘，他知道是你说哈，好。OK， 好，楠楠，到你了。好，在这六首里面任意的挑一首。简爱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哭不出来，姐妹和站在高岗上，预备，开始。白宝白宝，你的爱让我不明白。白宝白宝，我必须要离开你是白宝白宝，你的爱让我太无奈。白宝白宝，让我对你说拜拜。好棒 ，OK， 请坐，安全过关。下面阿丽。唱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不管相隔多远，你是我的姐妹，你是我的 baby， oh yeah， 深爱这份感觉。好，过关了吗？原地待命。来，两位我们的壮汉，到底阿玲有没有撞到呢？结果就是，不要过关。OK， 好，小轰轰，小轰轰，快睡了是不是？满脑子都是那首改编歌。每个人都一副刚睡醒的样子。来了，一共有六首。简爱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哭不出来，姐妹，站在高岗上和 Bad Boy。 他唱的时候大家不要给他任何反应啊，就陪他一起唱就好了。我想一下，不要撞到哦。我想好了。 OK， 来，就直接来哈。对，预备，起。把爱剪碎了，随风吹向大海。有许多事，让泪水洗过更明白。天真如我，伸出双手，以为撑得住未来。让浓情在转眼间变成了伤害。原地待命。来，壮汉请上。错了，有唱过了吗？李晓峰到底有没有撞上呢？结果就是过关，恭喜你！真的。好，麻烦你唤醒沈凌，用你的一个吻。嗨、okay, ，baby， 到我了吗？到你了。哦，天亮了，我们还要再带上一个。对，因为也许会玩回来，其实不太可能了啊。好，来，请往前站。现在我们有简爱，原来你什么都不想，哭不出来，姐妹站在高岗上 ，Bad Boy。哇，我越讲越顺了，挑一首唱，好吧？何老师，你也唱了吗？我唱了，现在已经唱过四首了。我刚才分析了一下 ，OK。何老师很善良，一定不会把最热门的自己唱掉，他肯定把最热门的留给别人唱。楠楠跟小峰他们可能对张惠妹的歌没有那么熟，搞不好他们唱的都是特别热门的歌。 OK， 阿令我有点摸不准，因为他太会唱，所以你要，我要选一首偏门一点。 OK， 来了。我唱哭不出来吧。我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淹没我，而爱已不在，你绝望的离开，没有中对不对？没有泪流下来。OK， 沈凌，请就位。来，壮汉，我们来揭晓结果。什么意思？到底沈凌有没有撞上呢？结果就是，可能吗？恭喜你撞到了。刚刚啊，刚刚来把这个摘了，小心眼珠啊！我看看，哇，哎呦，刚刚你不用去唱了，他已经撞上了，真的？对，我
你猜你撞上谁？你猜，你看每个人的脸，你撞上谁？你觉得你撞上谁？我觉得最有可能应该是跟阿令撞了吧。阿令，因为这个歌我觉得很少会有人选吧，什么姐妹啊这种大热的歌，可能大家都比较容易选。阿令唱的就是姐妹。下一个，你唱姐妹，对，我唱姐妹。你猜下一个，绝会是谁？那我觉得只有可能是。可能是楠楠吧，我要跟他撞了，岂不是我人生的耻辱？喂喂喂，怎么说话呢？哦，不是，真的是，楠楠，你唱的什么？我唱 Bye Boy 啊。Bye Boy。小声，是他，你唱的哭不出来啊？我唱的是把爱剪了之后哭不出来。你唱的简何老师，你唱的哭不出来。Come on baby， 到爷爷这里来。哇，好了，那今天玩得很开心。那到 KTV 呢，我们刚刚说过，除了可以放松，可以抒发情怀之外呢，还有就是听到好听的歌曲了。那今天呢，阿玲除了刚才给我们唱了那么多好歌，最后在结尾的时候还要带来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。这首歌叫做现在我很幸福。哇，现在你幸福吗？很幸福，跟大家在一起都好幸福。 OK， 也希望所有我们电视机前超级乐八点的观众朋友，现在的你是幸福的哦。我们来听阿玲，有请。他的胸膛有种粗糙的体贴，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，被你伤的那些眼泪，多亏他无私的奉陪。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，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一段从前，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，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。现在我有了幸福，有人照顾，应该知足，一不想他从不让我哭。可是我越想投入，越是生疏，抱得再紧，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。现在我不停忙碌，不断让步，想看清楚，一不想他把我当成全部。可是爱有时善良，有时残酷，我要如何